小溪弯弯绕着青山绿树的小山，溪上有道木板桥，这是三四十年前老台湾的乡村景象。很多人小时候就是穿着卡其布制服蹦蹦跳跳离开故乡。由于都市化快速，像这样的聚落已经不多。平溪支线铁道上许多人去楼空的聚落，意外的还保存着当时的意境。当年蹦蹦跳跳离家的人，也许可以来这里找回故乡的感觉，感受基隆河上游淋漓丰沛的水汽和多样精彩的瀑布景观。沿着河岸修筑的支线火车轨道，是不是也勾起了你的乡愁，或者鼓动了你的流浪欲望？这是一条有故事的铁道，串起一个个经历兴衰起落让人好奇的矿业聚落。这也是一条有故事的河流，千万年来河水冲刷磨蚀出一个个经历沧海桑田的奇妙湖穴。神奇的是，这些湖穴仿佛有生命，它们也有从生到死然后新生命诞生的生命循环。从三貂岭到大华搭火车只要几分钟，同样距离的基隆河，河水却以千万年岁月雕塑千奇百怪的岩石。悠悠晃晃过梅乡，我们在基隆河上看见世界级的湖穴地形。哇，早安啦，阿兰姐。早啊，昨天在阿兰姐这边吃了这个丰盛的晚餐啊。假罢困罢睡就要开始运动了，把我们这个多余的热量消耗掉啊。对，阿兰姐，听说你今天要带我去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秘密景点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哈、哦、也是属于我们三貂岭的部分，可是比较少人去走过。它也是矿产的，就是矿业的一部分呐、啊。矿业的一部分。就是右坑。哦，右坑啊。然后，那个有一个很漂亮的瀑布叫右坑瀑布。嗯。可是哦，右坑瀑布是你如果在 Google 网上看的话，它是写右坑瀑布。那我们都一般都称它为九层瀑布，因为它有总共有九层、哦，相当的漂亮。九层瀑布哦，因为我们之前走那三貂岭瀑布是三层，那今天阿兰姐要带我们去看这九层瀑布，而且今天很特别，跟两个姐一起去看瀑布啊、哦，一个阿兰姐，还有一个阮姐啊，都是姐。好了，那阿兰姐就你带路喽、啊，去走一个秘密景点，出发了。右坑瀑布，哇，还有这个小黑啊！我给你们飞。现在的三貂岭是基隆河畔的河谷接地，但是在煤矿盛产的年代，三貂岭一带的山林里还散落着很多小聚落，几十户到上百户不等，依附着煤矿而存在。现在煤矿停采，这些交通不便的聚落几乎就不再有人居住。右坑聚落因为有九层瀑布和右坑古道，吸引不少登山客前来，偶尔也有念旧习情的归乡人会在道路上看见熟悉的事物。阿兰姐、你说长在石头旁边这个植物你们常常在利用啊？对，我们都不会把它拔起来煮成青草茶，可是不是只有一样，是有很多种、可是这个要很小心，它要你要会看、因为这个也有类似的万一拔错了吃起来会中毒、所以它这个青草也会有一个山寨版的。哦，会有山寨版的。对，植物也是会有山寨版，可是山寨版的就比较有毒性。不熟悉的话，其实不要乱采了。对，因为这次就你们住山上，对这山区很熟悉，对这里的植物啊很了解，对，那才会利用一些这种植物。对，你说你们常利用这个来煮青草茶，那它有一个名称吗？有，它台语叫墨壁嘎抓。墨壁嘎抓。对啊，可是抱着墙壁的蟑螂啊、对，因为它哈、
它就是会在石缝中长出来。哦、对对对它的形状，你看看它的形状，有点像那个蟑螂的翅膀。它长在这个岩石旁边嘛，哈，就是莫比亚嘛。对对对。那它的叶子形状像蟑螂那种感觉。对对对。哦、所以叫莫比亚嘎爪。莫比亚嘎爪，很奇怪哦。嗯，我们走在这山路哦，可是离铁道不远哦，所以一直可以听到火车跑的声音，或者听到它的汽笛声音哈、哦。我们刚好是在隧道的上面，然后我们这里哦很近，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在这里。这里算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了啦。嗯，哎呀，因为道路都有通来通去的。这边哦，步道很多，可以通到右坑嘛。那可以走到其他站吗？走到大华站。这也可以走到大华站。对对对，也有路通到三层瀑布。哦，这里也可以走到三层瀑布啊！哇，这边有一户人家。哦，这边有人家在这边啊。对对对，这边是一个石头屋。哦，都被那个藤蔓给盖住了哈、嗯啊，可以看到那些石头房子。很久没有人住了。啊，可以看到这个石头的石墙还在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圆圆的呢。这是石臼。哦，臼啊。对，倒东西用的。哦、倒那个磨牙机在用的。对对 对, 对, 对，那倒米啊，倒那个东西在用的。可是这边是平平的、啊，那个应该是像一个碗一样。对、哦、你看看它这个哈、哦，它怕人家知道吧？哦、所以它把它倒过来，也怕积水。哦，翻过来了，来就不会积水。对，这边是底部了哈、哦。底部，然后下面就是一个碗这样子。对对。以前在山上都要自给自足呢哈、哦。对啊。因为像我们走进来走蛮远的了哈。对啊。所以它可能一些要自己种菜啊。对。它自己要倒磨牙机这样子。哦，这边看这房子就很清楚了。哦。看看里面还有石磨。里面有石磨。这个石磨很久了呢。哇，这看起来很有历史哦。这个石头打的。哦，对，这个部分就是那个圆圆像石盘一样这样子哈。对。它会转嘛。转到磨那个豆子啊。然后那个就。然后留下来。豆浆从那流下来。对。哦，所以这个。还很完整的哦，对啊，很完整，哦、沟槽都在。对啊，哦，那你说这边还有那个灶是吧？对，大灶，用砖砌的，红砖砌的。你看看这个灶也是石头砌的呢，嗯，然后再用砖叠起来的。哦，这个是那个灶，然后这边是生火的地方。对，哦，这个铁圈圈还在啊，铁框还在。在呢。哦，哇。那边还有一个，嗯，所以以前这个地方就是灶咖了哈，有灶咖，灶咖，你看石磨在那边嘛，就在这边这个新埔套灶，等一下起来磨磨煮饭、啊。这一户人家哈，他是姓叶的，嗯，就是以矿业为主，所以说哈算是经济上面比较好过一点的，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工都会比较细。哦，这横梁是木材哈，一般是用石头，他这个是用木头，对，他是用木头，那、啊、你看。他这边已经三四十年都没有人来住过了哈、哦，所以说他那个横梁这样子还维持得很好。对，那这一面看这个石头房子就还蛮清楚，比较完整哦，就是只有屋顶坍掉而已，没有屋顶。然后他那个四面的墙壁啊、嗯、门斗啊都还存在，那是窗户。可以看到这个石头打得很整齐哦，砌的也很工整，所以它这个经济条件算还不错的了。对啊、嗯，你看厨房就这么大一间了。哦，对啊。哎呀。如果以这个灶咖来讲，这样算以现在来讲都大了。然后哦，它设计得很好哦。嗯。石磨在这里，然后煮的东西在那里。哦，磨完磨，然后就直接可以煮饭。哎呀、啊，只留下房子，没办法、啊，矿业没落了、哦，人口都外流到外面去了。哦，都被那个树木啊、藤蔓给包覆住了。后来我们知道这里叫做小坑，以前人命名规律颇让人费思量，粗坑、小坑、右坑，不知道哪个坑比较大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地方都已经废弃，人去楼空。面对这些，阿兰姐感触万千。她是基隆河下游南港后山皮人，40几年前那里也是矿场，爸爸也是矿工。如今的后山皮是捷运线上的一站，附近是一坪好几十万的豪宅新下，同样是基隆河岸的没落矿场，命运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哇，右坑到了，到了，哎，这边就是右坑。哦，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。你不要看说这边树林这么多，其实房子都被树遮掉了。嗯、这边以前有房子是吧？对，这个都是房子啊。哪里？这里呀、啊，哎，有看到一些红砖墙哈、哦。煤矿鼎盛的时候哈、哦，嗯，这边有200-300户。哦，你看看它整一大片哦，这个是一大片。哦，你说这边后面以前都是建筑物就对了。对，这个这里哈、哦、是以前的那个员工宿舍。宿舍啊、哦？对，就是外地来的人嘛，那路途比较远啊，没有地方可以住哈、哦。嗯。啊，所以说他就盖这个哈、哦、房子给外地的人住。哦、这边是右坑，然后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石头屋，那个是小坑。小坑。对。
这边是右坑，所以你先生的老家有在这边。对，我们的老家也在这里。住户的话是在哪里？就是在前面而已。隐约在这森林里面，可以看到很多建筑物的遗迹啊，包含一些红砖墙，那有一些水泥的墙面哈，那还有一些这个建筑的一些构造。对、啊，所以过去这边是蛮具规模的。哇！加油！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到了。有一间三合院哈，这个是我们家的隔壁，整个天都亮起来了。对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。阿兰姐，哇，这怎么有那么一间漂亮的这个房子啊？对，因为它而且很完整哦。对，它因为它都有在，小心小心，这会滑。哇，因为它都有一直回来哈，然后它还有电，还有电话，还有门牌号码。平溪乡哦，右坑十四号哦，所以这是有门牌号码的哈。还有这个木门哈，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广播器，是不是这边因为范围太大要用广播的？这里就是养鸡啦，哈，养猪啦，都在这里保留得很完整。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森林里面比较没有人整理，很郁闭啊，对，整个的光线就很暗。对啊，一出来这边这个民家哈，整个这个豁然开朗。因为他们都有人有都有回来，有整理跟没有整理就差很多。差很多哈。对啊。那你们家是在哪里啊？我们家在里面隔壁而已，我就在隔壁，很近啊。现在这边大部分都是在地的人。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宿舍都是外来的。终于看到人家了，那心情感觉特别好，特别的温馨。感觉到天突然亮起来。对啊，在山上的话，这个住户都很分散。对。哦，就是这边一间，这边一间这样。不过大家都那个感情应该很好啊。对啊，真的讲起来是隔壁而已。隔壁而已嘛，哦。五分钟。好，那我们去隔壁看一下。好好好好好。哇，到了到了，到家了是吧？哎，到家了。到隔壁了。当时要走五分钟路啊，走差不多快十分钟了。对。阿兰姐，像你们老家这边的话，就没有回来整理了。对，我们都大部分都出去了，然后都没有再回来。不过现在从这个规模看，其实这个房子还蛮大的哦。我们看从那个森林这样看哈，很长哎哈，延伸过来，这边还有个转弯，对哦 ，L 型的，也是有很多人哦。可以想象以前这边门前这个广场啊，对啊，哇，很 大一片哎。这是我们这里第一家有电视的，就是我们家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结果那个是那个邻居啊，很多人都会来我们这边。喝酒啦，泡茶啦，看电视啊，这是重点。对啊，因为这就想到小时候，我们小时候也是家里没有电视，然后到邻居家买了一台，就全部这边左邻右舍的人都会跑到那家去看电视。对，全村人都会跑到这边来啊，所以这边以前很热闹，很热闹，很热闹，很热闹。哇，很热闹。对啊，这个可以证明很热闹啊。啊，那个矿工哦，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，除了喝酒，也没有什么娱乐的啊。就他那了哈。我们这里哈、以前哈、也是在也有在卖猪肉，然后也有在卖猪肉啊。卖猪肉，然后也有在开面店，所以说这里以前是很热闹的，就好像市集一样很热闹。哦，所以有电视，对，就是米搭、啊，难怪嘛，这人会这么多。对啊，对啊，像这个酒瓶都三四十年了。嗯哼哼，对啊。我这边写台湾省哈，台湾省，现在都已经废省了。对啊，现在这个酒瓶都是古董的了。嗯，烟酒公卖局。对，这有点像我们走那个古道哈，到那个日本住宅所，我就看到很多那个酒瓶子啊，清酒瓶啊什么的。矿工赚的钱比较多，部分的人也都是离开家庭。离开家里的人哦，来到这里哦，然后喝喝酒，解解乡愁。哦，会啦，因为这个离乡背景来到这么遥远这个山区，然后工作那么辛苦，而且主要是有危险性。对。就搞不好就说想，还没有明天，所以有时候心态上就会稍微放纵一点这样子。对对 对。及时行乐，从这酒瓶可以看到以前这边这个人声鼎沸啊，非常热闹的那感觉。对。哇，这个也很久，你看。这个还长了一个九琼树，这个是九琼树哦，所以长那么大棵了哈。九琼树很久。其实这是先生的老家，听他描述的感觉，好像阿兰姐也曾经在这里住过。倒是两人有计划重整老宅，未来到九层瀑布游玩，记得和他们打个招呼。